三色在黄河赶回家、嗯、对，还在路上。这今天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在黄河了，因为这个黄河过季了。是的，基本上没有了，摘不出来多少了。黄河一般它的成熟期比较短，嗯，对，半个月就结束了。是的。哎，要吃的朋友等明年去了啊。是，明年再见。明年再吃，不是明年再见。桃子明年再见嘛。这个天太热了，太晒了，再加上这个身上毛毛的，感觉一点都不舒服，痒难受、嗯，浑身好像都不舒服，针弄小小针扎一样的。嗯，回家赶紧洗个澡，你洗吧，我洗好了。我去洗澡洗头了。刚刚洗了一个澡，现在身上舒服多了，准备在床上躺一下，补一下觉。好多朋友都说我这个眼睛现在变成熊猫眼了，确实是，这段时间一直是都是早上四点钟起床。睡眠严重不足，所以说出现这个熊猫眼是很正常的情况。你电话响了，接电话。起床了，我饭都搞好了，我已经炒了两个菜了，还有一个土豆在焖着。吃饭了。吃完饭再睡，这半个月是累了，每天都四点钟起床。还不行吗？嗯。你晚上可不要打呼噜，我求求你了。那个每天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个声音隆，那个大哟。哇，这我先让你啊。妹妹老是被你吵醒。天天晚上被你吵醒，他叫他嗯的，他就那就把我给吵醒，我就起来给你踹一下，你就不打呼了。过一会儿又开始打。对，妹妹都烦死你了，晚上半夜就老是打。我服了，你就不能小点声吗？焖土豆快，这个土豆怎么跟我之前焖的不太一样？这么冷？这是粉土豆。咱们来收脚步吧。来吧，来。我还来，我炒菜煮饭了。好，那我们下来。你洗碗，你自己来。妈妈，石头剪刀布，我们三个。我不来，我只是跟你玩。石头剪刀布，布。输了。布。哦，妹妹。啊？妹妹，你洗碗。他好久没洗碗了，我洗了三天了。那你切完哪一些菜还要留啊？不留，当吃完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再说一遍。就吃完。我才不去呢。你菜真的有学校的味道。确实。怎么吃的学校味道？哎，你知道说我炒菜有学校的味道。我也觉得。他怎么适合去当食堂阿姨啊？你爸一回来，你们就实行了，自己自觉的开始拆迁洗碗。你太慢了嘛！哎，我喊他们洗碗都不肯。等一下，听我说，我们不拆迁洗碗的原因是我们的时间线都不同啊。我还没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姐姐已经吃完了，我们怎么拆迁洗碗？星期六、星期天有没见你们洗碗？星期六、星期天，因为早上还是让他干一些家务，锻炼一下。哎，我很动。你一回来，爸爸能给你点饭吗？我真吃完。你一回来，他们就老实了。所以他跟我关系不好，跟你关系好。我要去洗澡。跟谁关系好？跟你关系好。那是，你要带的多嘛？哦。等会我要去游泳去了。因为每次都是你唱红脸，我唱黑脸。你做好人，我做坏人。你问妹妹，我现在是不是很吓人？是的，妹妹，我要。写作业的时候，我来做干那些坏事啊。他对那个不同，上次妹妹和我那个不同，我都啊，
你不你教育的时候我就不要说话了。同样的，我揍他们的时候你也不要说话，越说我揍他们。揍暴力不能解决问题，越揍越揍他越反抗，越叛逆。我不想反，嘴巴说，说最后一个听话。他俩洗碗去了，你要我两个碗谁洗？让他们干点家务。我这段时间我们忙起来了，他们两个变得很勤快了，做自己啊，拖地也洗衣服。那个不喜欢了，管小孩算了。我不止不爱管小孩，我也不爱管你，我就是不喜欢管你，我觉得这是自觉嘛。要帮小孩看书啊，读书啊。都是我在喊，我喊了，我觉得我喊的比你多，觉得他们都不听了。